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体育时报，我是维仁。一代传奇巨星 Manu Ginobili 他正式宣告退休了，不过他和 San Antonio 的 Spurs 还有一年250万美元的合约在身。根据 NBA 记者 Bobby Marks 他报道，马刺队方面会主动裁掉 Ginobili， 这样的做法一来可以确保 Ginobili 将领完剩余一年全部250万美元的薪水，二来也可以为球队腾出250万美元的薪资空间，是一个两全其美的做法。按照规定，如果一个球员在合约期内退休，但球队方面不同意的话呢，将会是这个球员主动放弃剩余的薪资。Ginobili 选择退休，作为东家的马刺队不会反对，而且这个决定肯定是他与 Greg Popovich 商量后的决定，所以呢，他的剩余薪资支付就要看合约的具体条款和双方具体协定而定成。现年41岁的 Ginobili NBA 的生涯是相当的完美和完整的，和 Duncan 一样，他的 NBA 生涯都只为 San Antonio Spurs 效力。这16个赛季呢，他的场均可以贡献 13.3 分、3.5 个篮板和 3.8 次助攻，帮马刺夺得了4个总冠军，而 Ginobili 的欧洲步也成为了永远流传下去的经典动作。在薪资方面，为马刺效力16年， Ginobili 他的薪水没有太高，但是整个生涯下来也合计领取到了 1.3 亿美元的总薪水。 Ginobili 在推特上写道，他百感交集，要宣布的是，我从篮球队退休了，对过去23年出现在生命中所有的人都充满着强烈和真实的感激，这是一段美妙的旅程，比我做过最疯狂的梦还要美妙。1999年第57个顺位才被马刺选中的他，在25岁才加入 NBA， 他和 Tim Duncan 以及 Tony Parker 组成的 GDP 组合，也是联盟史上出名的三人组。